是在食堂，我们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天天向上，这很多的第一次嘛。我是说在这个剧中第一次是在食堂，食堂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？两个人在打饭呢还是在吃饭？不是两个人，其实你刚才没有听到我说的是五个人吗？哦，五个人、啊、我记得当时是一博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然后是中午就直接来的食堂。对，我是因为当时在录节目，然后就是也很近，然后就直接过来了。然后当时是要围读，然后跟大家见一个面，然后就看他们在身边，然后就一起吃了个午饭，了解一下。就一起围读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